艾滋病有潜伏期吗？有，艾滋病有潜伏期，平均时间是9年左右。艾滋病的潜伏期的概念，是指的从 HIV 病毒感染开始，到出现艾滋病相关的一系列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的时间，比如说 CD4 细胞下降到2倍以下。出现各种各样严重的机会性感染，或者是各种肿瘤性疾病的发生等等。那么这个潜伏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，有的可以短至数月，有的可以长达几十年，平均提到10年左右的时间。在这个潜伏期时间段，患者可以不出现任何的症状和体征。而且 CD4 细胞也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，病毒也可以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。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，CD4 逐渐下降，那么它就可能出现一系列的相关症状。